我这个日本闺蜜居然离家出走了，これと喧嘩したからちょっと不安だ。嘿，嘿的嘿的，我的个妈呀，吵两句嘴还能离家出走？这日本老爷们就是不行，连媳妇都能给气跑。不是，这咋还拎个行李箱来的呢？这是要打算常住啊？这东西可是没少带啊！离家出走还随身携带吹风机、九号棒，这居然还带个保湿头套和这么多面膜，这个日本女人心得多大呀？我看你不像离家出走，好像是来度假的，大半夜不睡觉，她在这忙活啥呢？ないの？今下着洗ってるよ。毎日洗ってて慣れてるから、匂いもいいし、殺菌効果もあるよ。さっき言ってたように、これ普通の洗剤で洗うと、すごい荒れるんよ。でもこれで使うと毛も全然荒れもせえへんし、乾燥もないね。我真是第一次遇见去别人家住还自带洗衣液的。既然到我手里了，就给我留下吧。你瞅瞅他，洗完衣服在沙发上敷着面膜，吃着水果，你是一点不带亏待自己的呀。明天就给你老公打电话，赶紧给你接回去吧。